就是收，我说心里话，就是不到一毛钱就能收两斤鱼头，但是呢，我们得把集装箱发到阿拉斯加，固定到渔船，那还得专门找100米长的那种能固定集装箱的那种渔船，铁壳船，然后他船上做绳索，直接塞箱子里，把那个集装箱固定在他的那个渔船上，哎，这个很麻烦，就全花到运费上了。